时光学会了说谎。专业摄影师来了，要带着我们去转一转。啊，你这是那个拍摄的？不是，那个是那个。车在工地，有点湿了是吧？这是给我们打了两桶水，这点水估计得有100斤，洒在里面了是吧？对，晒晒。晒，一会儿就干。你这个这么多啊？哦，啥都有是吧？这个是收音的，这么大，还有无人机，那个单反，是吧？对，我那些设备都带过来。滤镜啊什么的。滤镜。就那个什么，UV 镜。就那个光太强了。用那个，还有稳定器的。稳定器。好家伙，这么多！你这没事干，就是去摄影吧？对，没事干。爱好。学了几年了？五年了吧？五年，六年。那个应该是挺专业的。这个应该不好用。那啥呀？这个白天用不了啊。这个。晚上用的？就那个，晚上的时候可以拍那个。灯光，打灯光的。你这个有办法，弄点油就行。要把这个拿安上去啊。对，要不然这个地方啊，那就没用了。不那么重，擦点油就行。这路啊，太窄了，不知道它能不能开上去。它胆子也挺大的，就敢跟着走。你看这两天这边高海拔，把我这鼻子都晒得通红通红的了。哎呀，灭火了，慢一点儿。离远一点，到山顶了。这里在修路呢，好像要举办什么旅游节，还要往上走吗？牛哥也太厉害了，还真敢开上来，胆子也挺大的，是不是？看这上面，哇，哎呦，还要往里走啊？太厉害了！要开到那个上面去吧？我看那边有搭帐篷的。我去。前面那个当地人呀，他开的是个轿车，底盘低。像我和他这个房车呀，底盘比较高，所以说没事儿。真是得让当地人带着，如果不是当地人带着的话，根本就找不到这地方。下我问问他，胆子为何这么大，还开个那么笨重的车，敢往这上边开？我去！看看这路啊，你看他胆大不胆大？这一般女的在这儿开车不敢上啊，男的还没事，他胆子还真大。看牛哥开着车。胆子大不大？再往前走，这半米就掉下去了，咋了？别说话！你胆子这么大？别说话，我吓着了。啊？我太吓着了，太可怕了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这路。真的。我估计要是别的女的都不敢上。我吓了，都吓了我。腿发软了？下午去吃了。休息休息。到时候看那儿，一会儿等一会儿下去怎么办？我在这吃。
我下不去的话，你把你的车开下去，你再走上来给我开吗？你这个也可以啊。那你休息休息。嗯。你的车呢？哦，就放在下边了。啊，对，过不来，过不来。哦。哎，我去拍拍他们这边那个人行吗？应该没事吧？啊、哦。啊、哦。行。看他们当地人都上来在这里搭个帐篷，在这里休闲，听着音乐，过去也看一看。哇，他们这休闲的太好了，盖着毛毯，还在这里做饭。来看看，他们这里在做饭。哦，你好，你们这是做的什么呀？包子。包子。我尝一个，谢谢。啊，牛肉包子，嗯，全是肉啊，真香。